大家好，我是洋葱华 Yoko。 那我目前从事演艺相关的工作。那其实我从17岁就出道到现在，然后一直从事模特儿的工作，然后到现在开始往演员的路发展。对，然后希望以后可以多多加油。因为其实公道在台湾不算是太热门的运动，但之前在香港工作的时候，然后就看到一个女生拉弓的照片，然后我觉得哇，那气场实在是太漂亮了。然后回到台湾就想说认真的爬文，然后就被我找到台湾公道协会这个团体，那就开始接触了公道，然后开始自主练习这些项目。对，我觉得公道最吸引我的是因为我不太喜欢竞争型的运动，那这项运动，对，讲简单一点可以叫做修身养性，但其实它是反映在不管是外在或者内在，你今天的状态在个人，那它的结果不在于重不重拔这件事情，是在于你今天你有没有好好控制你自己的身心灵。那我觉得它的气场跟它的磁场虽然有点悬，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可以去接触的一项运动。其实在公道的所有步骤当中，我最喜欢禅心这个最后这个步，因为我觉得它就是在放箭之后，然后它会留到5到10秒，会让我们去思考刚刚发生什么事情，那我可以在这个短期间去反省自己刚刚做过的哪些好跟坏，然后它有点日文残念的意思。其实我觉得残念不代表不好，它是让你可以再多留一点点，我们下次一定会更好，都会更好。学习公道过程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，那时候就开始报名了嘛，然后就如果没工作的话，我每个礼拜三的晚上就会乖乖的穿上白衣跟黑裤，然后就背着背包来这边练习。那其实来到这边的同学就不分年龄也不分职业，然后对于公道的目标应该就是考段位。对，但考段位之前我要先买工具。对，但他现在考段位目前不在我的计划当中，有可能之后我比较多时间了，可以把其他排除演艺相关的运动或工作啊结束之后，比较多一点时间可以投入到公道上的话，我觉得我应该会去考个段位。我想对公道形容的一句话是：人不一定要完美，但是一定要完整。